院的名誉副院长。先生的茂茂在2007年的时候，被北京豪门东方认证成为每平方尺3000元。娟姐的名家手笔，今天舞台上现场为我们破展示自己的作品。那您默默还在写作当中，稍后的时间完成了也会展示给现场有缘的朋友，方便大家的欣赏以及拍照。那现场我们朋友也非常有心，能够给娟姐欣赏娟姐老师写作的过程。您需要看一看她的作品，要去一趟北京，花上200块钱买一张北京书画院的门票。这样啊，刚到场的朋友可以跟老师来了解情况。无论老师在坐在座位上，打开手机，百度搜索“书画家刘一”，对，百度搜索“书画家刘一”。好了，第一步已经完成，再请大家拿最不错的掌声给您讲吧。红运当头带给大家，很有意义。走红运，心想事成，发大财，马到成功。红运当头，日期事业有成，不心。非常感谢刘一老师很用心的把第一步画好，很有寓意的四个字“红运当头”。送给大家，希望每位朋友来到我们传统小林音乐大厅，都能够起了一份好运回到他们家中。懂书画的朋友知道，这是一幅特制的作品，一对八平方尺。如果按照国家给的定金价格，我们现在市场上收藏刘一老师的这幅画报，多少钱不包含放在舞台上一个送礼的阶段。Thank you.
個分手啊？冇可能，係我 O K。在非洲嚟噶嘛？喺非洲。我在非洲嚟嘅，唔知讲唔讲咩嘅民谣歌嚟嘅咩嘅？我打落系啊，真系音乐靓啊，真系。我过来就想买这个东西，别的不用拿。